心念所归，无惧无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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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，无惧无退。新任掌门气势不小啊！师弟，你是如何逃出伏魔谷的法阵禁制？全靠我这只新的手。听我师弟。师父关押你自有他的道理，你魔性未除，命中注定有大劫，你若潜心修行，或许还能重回正道。大劫？我的大劫难道不是你吗？全蜀山上下都知道，论武学我绝对不在你之下，此次平定天域魔地，我的功劳最大，可结果呢？我被废了一条胳膊，混在暗无天日的伏魔谷，可你诸葛玉武却荣升蜀山掌门，还要迎娶我的素英师妹，这就是你的正道。景武，今天是大日子，你不要胡来。既然是你的大日子，那我就给你送上大礼。噬魂石，
在山脚见面从此离开蜀山的吗？为什么要强吃魂师？子玉，你以为我们就这样逃走，诸葛玉我会放过我们吗？与其躲躲藏藏过不上好日子，不如我现在就杀了他们。秦武，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骨肉。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住手吧。我们有了孩子，师兄，我们要攻素衣师妹，好分散景武的注意力。攻击素衣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这样才能夺回智慧石，大局为重啊。师兄，在此发誓，只要我今日不死，我就要让你蜀山血债血偿。金龙。